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 今天是南部安省十月份的兰会，虽然植物不多，但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。这一株呢是我的朋友谭小姐的，我呢就有她的分株，不过没有她长得这么大。 Orchid Glade Davy Ranches， 我的现在呢正在长花苞，又大又美又香，非常漂亮。这一株呢是一个巨大的，不过据说呢是五株呢把它放在一起了，开满了花。这是它的名字，这简直是像一株圣诞树。几株文心兰也很好看，这个颜色特别漂亮。 Cochleada， 这个我可以定一株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另外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Oncidium，花特别大。没有香味，但是特别漂亮。花好大。Jubal Gold。台南。一看就是从台湾来的。台南叫做珠宝金。这个我也要找一株。花有通常的文心兰的四朵那么大。紫香兰，这个花开的挺大的，但是它相对还是比较常见，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Rhian Moonlight。 这是 Sing Swissing，同样也是我的朋友谭小姐的。我有这个分株，就是从她这儿分出来的。 Kawatii 现在开的正是最美的时候，花瓣圆圆的，泡出也是圆圆的。今天能在这里看到它真的是很运气很好。我买了一株已经有快到三年了，现在还没有见到过花。下面这株呢是今天这里最棒的一株了，罗氏兜兰，帝王兜兰，它真的是非常巨大。这株长得也非常好，太美了，获奖的，看到吗？87分。这些卡特兰呢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了。这株蛮好看的，但是它的花小。后面这株 CG Robley 简直是太漂亮了。花非常大，看看有多大。这后面的这一株呢是 Lilia Tenebrosa， 我的那一株呢要比它的花呢大大好大一圈，这个只有我那个花的三分之二。颜色也比这个好看。看来买获奖的专门分出来的还是有道理的，虽然贵是贵一点，但是看起来真的是不一样。这些都比较一般了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又香又美，豹纹的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唇。这是它的名字，这是 Labiata Cerulea， 蓝色的 Labiata。
这个真漂亮，好端正，而且香味特别特别好闻。这个真的是仙人之姿啊。这颗眼下没有名字，但是显而易见它也是一个原生种。这颗应该是 Grandy。 差不多今天就是这么多了，虽然种类不多，但是太值得一看了。